手快，抢到这款种草好久的美白精华。那你还买了抗衰眼霜啊？眼睛最容易暴露女人年龄了，当然要提前保养啊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加班猫。橘子，你的快递。橘子，你双十一买什么啊？不会是什么廉价山寨货吧？我什么都没买啊，好奇怪啊。橘子，快拆开看看。这不是全球限量版的口红吗？你是怎么抢到的？橘子，喜欢吗？这个不会是黑木你买的吧？是啊，我可是做了不少功课，花了好多心思才弄到呢。你赶紧涂上试试。这个黑木，你和橘子什么关系啊？挺上心啊。我和橘子是朋友，当然咯，如果有机会，我希望能成为她的男朋友。痴心妄想，你拿回去吧，这个我不能要。为什么？这还问吗？橘子和副总裁现在一看就是男女朋友啊！啊，你们说什么呢？承认吧，橘子。我也不知道我们算什么，毕竟我和副总裁也没有谈论过这个。副总裁可是有婚约的，说不定橘子只是一个备胎呢。玩玩而已，何必当真呢？副总裁好像有点渣呢。不要胡说。啊、橘子，好样的。我们是。是。那是。来吧，橘子。兄弟情了。啊。为什么到头来还只是兄弟情？为什么？好了好了，你看看人家黑木多么主动，不就送了个破口红吗？问题是你也没送。送礼物是吧？